杨露禅陈家沟学艺。大家知道画面上打的是什么拳吗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贵财富，杨氏太极拳。说起杨氏太极拳的开派祖师杨露禅，还有一段他小时候学拳的故事呢。你爹在集市上卖柴，让王霸打伤了。什么？又是王霸？走。真是太坏。王霸为什么打您？我去找他讲理去。别去，跟他能有什么理好讲？连官府都怕他三分，咱就忍下这口气。不行，我要替大伙出这口气。老子吃你的梨，算看得起你。站住！你还没给梨钱呢。哼！你平时欺负百姓，昨天又打我爹，我今天就要管你。嗯，原来是卖柴的儿子。来来来，爷爷，我要教训你。嘿，开刀！嗯，哎。伤着没有啊？练过两下三角猫的功夫，没事吧？就想打我？我看你是个毛孩子，饶你一命，快滚吧！哼，太不像话了，这么大孩子也欺负人？您给钱呢？你活腻味了。陈家沟陈长兴路见不平，一定会出手。哼，原来你就是那个会太极拳的陈长兴啊！我一样收拾你。好啊，来吧。收下我吧，您不收留我，我就无家可归了。我愿意给陈家当个小工。我看这孩子聪明伶俐，怪可爱的，就给他口饭吃吧。谢谢师娘。哎，我又不是你师父，不要乱叫，留下当小工吧。嗯，德福，你的力道不对。这就是太极拳啊，软绵绵的，怎么打人啊？以前从来都没见过。嗯，谁？太极拳不会就这么简单的，我肯定是没摸到门路。不好不好，你们的动作做得还不对，看看我给你们做一遍。什么人？哼，大胆杨露禅，我好意留你做工，你竟敢偷学我陈家太极拳，你马上收拾东西离开陈家沟，回家去吧。我
欺骗了师傅，我真没脸回去了。啊，是师傅家着火了！快救火呀！着火了！快救火呀！来人！师傅，展露，快去救师娘！来人！师娘，水！救命！救命啊！救火！来人！来人呀！快来人啊！师娘，救火呀！师傅，师娘被困在屋里了，你快去救师娘吧！快点！夫人！夫人！夫人！陆禅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作为我陈家第一个外姓弟子，我传你太极拳法。啊，真的，师父。太极拳讲究心平气和，柔中带刚，精气神要稳。师父，如果太柔，怎么和对手打呢？你问得好，太极拳切忌用蛮力，以柔克刚才是根本。你看，你过来。师傅，你没动啊？是你自己把自己打倒了，我这叫借力。杨露禅回到家乡后，为百姓们解决了许多不平事，名声大振。他苦苦钻研太极拳法，创建了风格独特的杨氏太极拳。他毫无保留地把拳法传给大家，让大家都能通过太极拳强身健体，发挥了太极拳的真谛。